10点半了，我得回家了，不然家里又要闹翻天了。再答应我。自由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的。好啦，新教练同志，明天我给你带我做的蛋糕，好不好？ 3年了，你从来没有为我留下过。好了，我们晚上不是还可以视频的吗？干什么？大庭广众的，休息了。 你干什么？妈妈，哎呀，阿姨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啊？你也都家里都不想回了是不是啊？你太没教养了。妈妈，你别说话。阿姨，我送宽宽回来的时候路程有点堵车，我其实开的已经挺快的了。堵？哎呀，堵！现在几点了啊？10点半了还堵啊？啊，你说话都大早早的，是不是？这次不怪佳亮的，是我约的他，也是我晚回来了。你闪开，我一下再说。 哎，你有没有毛病啊？啊，这么晚了还带他在马路上逛，这些东东啊？你脑子有没有问题啊？你们没结婚哎？你结婚了也不能这样，你知不知道？妈妈，你快探望爸爸讲，讲讲啊！怎么了？路上滑，哎呀，崴了一下，哎呦！你一个用脚吃饭的人，你这把酒给崴了，跟他搓搓啊！我可是搞过了，不要出来搓搓啊！那崴了呀，这么严重啊？ 老婆，家里有没有伤筋膏药？哎呀，哎，妈妈，快快快，脚都崴了，扶扶我，扶扶我，你这别了，哎呦，还帮他说话，侬哪能啦？烦死他了侬，当心点。哎，慧慧啊，跟那小弟太不像话了，你爸爸脚崴了，他都……吓我一跳。 你看，你看，又不穿袜子，这个季节袜子不穿最后一感冒了。韩总教弟弟听到没有？我听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现在就穿。你小孩子不能够感冒的，你还要的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和那个邢教练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那个？ 哎呀，妈妈，你怎么问让你我都这么尴尬的问题啊？要再说了，是我的隐私跟你没有关系。哎呦，隐私隐私，跟我有什么好隐的？是不是？你整个人都是我的。是的，你给我记住啊，结婚以前不能那个的，女孩子吃亏的。你说的什么呀话呀？啊？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们结婚的事情啊？ 心真大耶，一点都不着急的。你都29快30的人了，你看看人家毛毛，大学一毕业就结婚，结了婚就要孩子，现在还是4岁了，都上幼儿园了。你看你呢？我一想起来我就头痛，我就焦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邢家亮要是接下去还不积极的话，正好刚才分了，我反正也对他不满意。 你就应该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。知道了，妈妈。您看是这样的啊，我呢光顾着自己开心，没有体谅到你跟爸爸的心情。我实在是做的太不对了。这样，我跟家亮好好的商量一下，怎么规划下未来。你看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啊。好，我等下跟你爸爸说啊。哎，这样回来，你明天就去跟家亮说啊，让他跟他的父母去说一下。 我们两家人碰一碰呀，好好商量商量你们结婚的事情呀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等我到家务是吧？你不让我说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提到这日程上。知道了，谁让我叫麦承欢呢？承欢膝下，妈妈的意见最重要了。抱抱。宝宝，你开心点行不行？
大不了不干了，辞职，我养你。你养我？秦家亮同志，我养你这句话乍一听很感动，实际呢经不起推敲的。手心向上一日，那是可爱撒娇有情趣；十年如一日手心向上，那就变成恐怖故事了。我说养你就养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、七十年，都养。就你每个月那点工资，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。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明天再去找一下那个姚总。去找那小子吵架去，就干他。哎呀，什么嘛，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七年，我想好了，好女不吃眼前亏，我就算把脸皮踩在脚底下，我也要把我的位置给站稳了。站稳。再说了，你公司的领导肯定都是有脑子的，他有脑子就不会开出这么可爱的小兔子。小兔兔，那我还养你呢，小兔兔。嘉亮，就是可惜那个蛋糕了，我特意给你做的，都没能看到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心里面甜着呢。那我的礼物呢？什么礼物？你不会忘了吧？你找什么呢？这什么啊？成婚成婚我爱你，我要一直黏着你。成婚成婚我爱你，我要一直黏着你。成婚成婚我爱你，我要一直黏着你。谢谢你，嘉亮，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有你真好。光谢谢就完了。谁呀？这是，我真想给他一下子。对不起啊，你吗？哦，我的电话。这阿姨也是挺神奇的，一到关键时候，耶，她准能出现。走，我订了餐厅，带你去过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。老爸，走。哎，我的向日葵。光吃不吐的老貔貅。Yes。都说了，人情靠不住。那靠什么？靠你啊！那你给我设计出一道方案，赢个招标会回来呀。我也靠不住。那我一会儿就不上去了，我在车里等着你。你不上去，我带你来干嘛？培养专职司机啊？干嘛去？这边。戴口罩干嘛？好，有点冷，我怕传染。爸，我上个厕所啊。辛总您好，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承欢。哦，麦小姐你好。你好，是这样的，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，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，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。啊，你们姚总是大忙人啊。真的是突发情况，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，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，又对我们德山家居的期望甚厚，也不想接洽延期，所以才委托我前来。
谢谢你们姚总对我们德山的重视。是的，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山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。你干嘛去？过来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，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。这是我女朋友。抱歉啊，辛总，我们今天聊工作，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。我有点不太明白，你们姚总到底是？公务繁忙抽不出身来见我呢，还是准备把你这块好钢专门用在某一处刀刃上？辛总，我之前不知道您跟家亮的关系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姚总更不可能知道。他今天叫我来是想跟你有一个初步的接触，让悦达跟德山可以成为更加知根知底的合作伙伴，诚意是满满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错误在我们这儿，肯定是我们相关的责任人没有跟你们姚总对接好，这个是我们错了。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德山和你们所有的对接工作我亲自来负责。你们姚总想知道什么根，想了解什么底，我们如数奉上，你看可以吗？我会转告姚总的。好，这样，今天既然你们姚总工作忙，我们下次再约时间，你看可以吗？那我送您。谢谢，这边请。行，好。辛总您慢走，姚总说改天登门拜访，向您表达歉意。可以，那我恭候。辛总慢走。爸，你先下。再见。王欢。我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其实我爸就是开了一个普通的公司，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，我没了。辛家亮，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昨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。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，你的人设是一个互漂。家居设计师，你的父母在老家临近退休。乞丐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面哪个设定是真的？你说你吃不惯上海菜，我就学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。你看上了哪双鞋，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。你说公司要优化你，我给你做方案跟述职总结，我帮你面试裁判，让同学内推你。因为你的前途，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。徐家亮，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没有。你把我耍得团团转，你是不是特别的开心？欢欢，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。你开始的时候，我确实是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。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，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，但我害怕我说了你生气。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，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信了。别，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发誓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这样，你先好好上班，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我好好的跟你认错，我好好的跟你讲。你晚上不用来了，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你。欢欢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啊。那个辛家亮呢？家亮他今天要加班，所以来不了了。这个是他给你们买的，
让我给带回来，放这儿了啊。看到没有？我说这个人靠不住吧？要他负责任了，吓得跳黄浦江去了。哎呀，人家加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哎，你不是说年轻人要有上进心吗？这个经常加班的人肯定有上进心的。阿行，你问问他，他到底加的什么班？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加班？这不明摆着耍我们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他不来我们自己吃嘛。你就知道吃吃吃，你知道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吗？侬懂啥？什么好了好了，你是何事了？他明摆着这样的事情让你……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他没有加班，是不是我们两个吵架了，所以他不来了？吵架了？嗯。那严不严重啊？没什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吵得好，狠狠的吵，吵得越凶越好，吵上了算了。正合适，你看，通过吃饭这件事情，他原形毕露了吧？你喜欢他什么啊？又没钱，又没房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少说两句了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怎么动不动就让女儿分手呢？分，必须得分，我看透了，太拎不清了，自己条件那么差，还这个样子，我女儿白白让他耽误三年时间，三年内这么大的孩子。耽误得起吗？哎呦，真是的，我不能想，我一想我都气得不行，我心脏就不舒服。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别生气别生气。妈妈，啊，其实，我错了，谁在抢？秦家亮。你干嘛呢？广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坦白，我们家经营的是家居公司，价值上亿吧，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，市区有四套房，老家还有五套。秦家亮，你别喊了，还上亿，还上市呢。阿姨好，叔叔好，阿姨，上市是很困难的，您的这个要求我会和我爸提的，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真的假的？肯定是假的呀，霍焕他是骗你的，我在上网的时候啊，我看见过了，这叫杀猪盘，凤凰男装有钱人骗本地女孩的户口。霍焕，我骗了你，我混蛋。你看你看，听到没有，他在骗你，听到没有？妈妈，他是骗了我，不是，但他骗的不是我这个呀。逃啊，你这个小子啊，你敢骗到我刘婉瑜头上来了，你混腻了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哎，不是妈妈，妈妈，哎呀妈妈，他说的是真的。真的？什么真的？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。真的富二代，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就没有几句实话，之前跟我说车是借的，找工作很难，结果都是骗我的。妈妈，你说的没错，他这个人他就是个骗子。花花，可是你别傻， 你得听他的重点。重点就是这三年他都在骗我呀，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公司碰到他，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妈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。哎，欢欢，欢欢，你听妈妈说，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。他今天这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对，他真的不是来拖欠了嘛，对吧？你，哎呀，孩子，婚姻大事啊，有慎重，慎重再慎重是吧？慎重，不是妈妈，等一下啊，你，真的，秦天亮。你能不能别嚎了？你现在是在扰民，你赶紧给我走！哎，别听他的，不用走，不用走。哎呀，欢欢，你听妈妈说，你看他多有诚意啊，这么多人围着他，根本不在乎，那说明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，你看他，哎，高高大大的，眉清目秀的，你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，他在解释的原因原因。我对你说了谎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闭嘴！
妈妈，啊，他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，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，垫付贷款，他一直都在骗我。哎，等等，他那么有钱，让你帮他还贷款？对。那他后来还你了吗？还倒是还了，那不是完了吗？不是妈妈，你搞清楚好吧？他为什么骗我？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。哦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先把他叫上来，一个扔子哗啦哗啦在下面，影响不好的。佳丽啊，佳丽上来，阿姨帮你。今天谁都不许理他，谁要是理他，我就跟谁翻脸。欢欢，欢欢。好了好了，欢欢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这段时间我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叔叔先生回来了啊。叔叔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休息了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先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先回去吧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小董，我嘉亮哥，你什么情况啊？闹这么大动静？小董，赶紧帮我去劝劝你姐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哎，不是，你跟吴姐吵架了？一点小矛盾，我谢谢你了，快去去去去。不是不是，我姐脾气性格那么好。他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，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们这是接地气心，接力断金呢。欢欢，欢欢，我错了，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？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女性，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罚款，重则可以告你侮辱女性。你有水吗？喂，姐，小总，你别理他了，赶紧上来，上来吃饭。欢欢，啊，我错了，欢欢，我真的错了。没事，姐，我再给他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快点吧，别搭理他了啊。我真的知道错。哎，行了，贾亮哥啊，我上去吃饭了。早走，早走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，早走。哎呦。谁打我呀？我有啥气了？我你把他玩死他了！我刚刚光，我刚光。对不起啊，阿姨，那个您也别生气。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，一看身体就挺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徐佳亮，你给我过来。哎呦，真是可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但愿佳亮能上来呀。的话，这蔬菜就浪费了。哎呦！哎呀，好吧好吧，那个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那你的意思？我会骗你喽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，我也挺难受的。中间的时候，我有无数次想告诉你。哦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。秦佳亮，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情。没问题啊。第一，我了解你的担忧，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，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。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，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。这个我保证，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。就我爸妈，尤其是我爸，他特别的欣赏你，觉得你这个女孩子哪儿都好，是真好啊。又来了。第二，虽然你家境优渥，但是我希望日后还是我们一同努力，凭本事赚钱，不要过分的依赖家里。一旦接受了父母的帮助，那日后他们必定会插手我们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行行行。第三，
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，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，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，这点你能做到吗？我可以做到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。我一会儿我呀，我拟个协议，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，啊，我签个字，然后呢，再盖个章，嗯。哎呀，你去那边啊，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傻子？刚刚周阿姨答应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躲一下，头破没破？我看看。我就知道，你还是心疼我。邢家亮。你们到一旁喝点水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刘阿姨啊，跳的真的太好了，我都看入迷了。刘阿姨啊，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。说呀。啊，下周演出呀，咱们这个领舞只有一个名额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嗯，我们最后决定定的是周阿姨。为什么？啊，这个舞是我编的，排练也是我组织的。凭什么就定他了呢？刘阿姨，您别生气，别误会啊。实不相瞒跟您说，这次的演出服都是周阿姨的准女婿给赞助的，这服装可漂亮了，就单凭这一点已经把其他社区都给打败了。咱们是个大集体，刘阿姨您就大人有大量，格局大一点哈。不就是准女婿吗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谢谢刘阿姨。周阿姨，您跳得真棒，这次真的谢谢您了。不要谢，他们家是开服装店的，以后你们去啊，一定给你们打折啊。好的，一定去。那你们好好休息啊。嗯。善意的，总是善意打开。子子啊，你看。哎呀，大家空下来的时候啊，不要光玩朋友圈。朋友圈里内容虽然好玩，但是总是低着头啊，它对颈椎不好的。啊，睡不好。哎，老刘啊，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，这是你未来女婿啊？哎呦，我眼睛起来，我刚刚发上去。哎呦，他们俩很般配的嘛，啊？般配吧。哎呦，般配啊！他是做什么的呀？设计师，设计师，嗯，家里头还有个家具公司呢。哎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高富帅啊，你可真有福气啊！一般一般，全国第三。哎，我昨天啊，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，哎呦，说的可好了。所谓成功的父母，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，关键是，在你老了的时候啊，他还能陪伴你，孝敬你。哎呦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现在只是谈恋爱呀，万一吹了呢？你八字有一撇了？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还是看你未来女婿。我再给你看一下照片啊。给你排了一下午的队，你赶紧尝尝。什么呀？哎呦，对，小心别洒了啊。嗯。嗯。好喝。哎，浩哥，阿姨不会再嫌弃我了吧？家亮，其实我妈妈呢，她的心里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。嗯。所以，请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她，她人还是很好的。这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用有色眼镜看阿姨？我知道，要想做麦承欢的好男友，就一定得呀，
对他的家人好。可是你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哎，你又来了。电话，帮我拿下。我妈，别说话。哎，妈妈。哎呦，都几点了？你还不回来？真是的，这猪蹄汤热了又热了。阿姨这样，阿姨好。佳亮啊，你在呀、啊？你看欢欢这孩子也不跟我说。阿姨啊，周末我能去家里吃个饭吗？当然好的喽。哎呀，你随时来。阿姨随时欢迎啊。哎呀，真是的。佳亮，你喜欢吃什么菜啊？你告诉我阿姨。你说吧。妈，那个我马上就回家了啊，我们回家说。不要着急，你们慢慢来啊，我呢也在这。哎呀，你真的要去啊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那你说我给阿姨买个什么呀？要不我给阿姨买个包吧，我妈跟我姐就最喜欢买包了。不用，你不要买这么贵重的，你就买一些有心意的东西就好了。佳丽啊！妈呀！你来干什么呀？嘿，你这孩子又忘了，咱们不说好了吗？今天下午咱们去见张太太、张小姐，四个人喝下午茶呀。我也跟人说好了，我不见。那妈妈人都约好了，你不见？不见呀、啊，以后别再安排了。这次可是你爸安排的。爸安排这干什么呀？那还不是为你好啊！哎呀，要干什么呀？真的是！哎呀，佳亮，这妈妈人都约了，你就先见见再说，好不好？我就配合你们这么一次，啊，我只是走一个过场，到那儿我说几句话我就走。妈妈，我们回来了。爸爸，小枣。老酒买回来啦。哇，刘女士最会精打细算了，大葱只买半头，蒜就买一颗，今天浪费了。五个人吃饭的，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不多不多啊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收的真干净啊，我都认不出来是自己家了。我说吧，小嫂没问题的，儿子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对吧，姐姐的大喜事儿，高兴都来不及呢啊，都一收几秒钟的事情哦。小嫂，妈妈厉害吧？哼，你看这房子大多了吧？啊，小嫂别介意啊，谢谢您把地方让给姐姐，南山我跟你一起物归原处。你看吧，还是我姐最疼我。我去洗几个酒杯，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喝个痛快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你一直看手机，有事儿啊？对啊。张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呀？看书。看什么书啊？最近喜欢陆羽的《茶经》。嚯，古书。你打游戏吗？那你打什么呀？打跆拳道。打实战啊。张小姐，我。实话实说，我们这一次见面呢，其实是你父亲跟我父亲安排的。我本意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有女朋友，并且我和我的女朋友十分相爱，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过程。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让我陪你演戏是吧？冰雪聪明。
这孩子。那这样，我们加个微信。哎，你要是啊那个看书看累了，或者跆拳道练乏了，想打游戏或者踢足球的话，我叫我朋友带你。来来来，你扫我。看来他们俩聊得不错嘛。是啊。哎，我们俩别光看了，你尝尝这蝴蝶酥，别看样子不是很精致，但是特别好吃，是你尝吧。好啊。嗯，味道还真的不错，不错啊。嗯，宝宝，我堵在路上了，跟阿姨说一声抱歉，我马上就到。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。我们俩要不然出去逛逛，看看这季有什么新款。我想让这两个孩子自在一点。这好主意啊。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嗯。咱们去恒隆还是去瑞欧吧？哎，那个是承欢的。好了，张小姐任务完成了。志明，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。好，行了，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！我先走了。佳亮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奶奶，嗯，您也在这儿吃饭呀？对呀。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，抽空去看看您。那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是。奶奶好呀，我是他的相亲对象。嗯。奶奶，假的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他父亲跟我父亲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。好了好了，年轻人的事情，年轻人自己解决。再见。找身体。行，我不吃菜，吃点饭多行吧？哎，哎，这昨天的慢慢吃，重新的。妈妈，你别老吃剩饭，不健康。有什么关系啊？即使你吃下来，好好的。吃，嗯，给你豆腐肉。爸爸妈妈，佳亮说他还在开会，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。这么晚还开？哦，没事儿，等他，等他来了再吃。欢欢，我在新安里碰到佳亮在相亲，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，你了解一下吧。是贾亮，来了。嗯，贾亮说让我们先不用等他了，我们先趁热吃吧。那怎么行呢？等他等他，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。真的不用等他了，他今天来不了了。嗯。他说有一个大客户一直不走，他也没有办法走。我们先吃吧，爸爸来。哎，这个。来家里吃饭不是早就约好的吗？怎么又去见什么客户了？真是的，哎呀，姐，吃饭是酒，尊重是的。好了，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，他今天不来了。我下去拿个快递啊，一会儿就上来。哎，妈妈，那个我也下去拿个快递。好好好，都是你被逼无奈行了吧？新家亮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不要来了，我们冷静冷静。别冷静了，别冷静，再冷静就凉了。不了，你干嘛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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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去啊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真的是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，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，那是工作，真的是工作的。啊，西
新阿亮，我问你，到底哪句话是实话？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，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？哎，不是不是。你说你爸妈想见我，结果见面就是这样见面的吗？哎，不不不，是误会是误会，我就是去走个过场，因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，我没有办法不去，他们中间在谈生意，我就是过去告诉他没有下文了。你理解我一下好吗？理解你，先理解我呀。我妈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了，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。如果你实在来不了，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。结果你整个人消失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嘛了。新家亮，你又骗我。哎呀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也没有来不了，让我上去解释一下好不好？上去干嘛？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？哎，不是。新家亮，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别碰我。哎呀，我对不起，你让我上去行吗？啊，新家亮，大海王把我们家陈欢当鱼养是吗？毛毛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打的就是你。不，再说谁是海王啊？就是你海王。相亲干嘛呀？谁相亲去了？我的妈呀，怎么就跟这过不去？没有，来帮你揍他来了。你还要揍我？哎呀呀呀呀，干什么？哎，小伙子，外面那车是你的吧？是我的呀。赶紧开走，堵住车道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赶紧去开吧。我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赶紧的，别说了，你车堵在门口了，影响到大家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是呀，小伙子，赶紧走吧，路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快！小妇女真是。毛毛姐。呀，小枣，这么高了，来，帮我提着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。来看看你，看看干妈来了。你说你这刚一来就让你看了一场闹剧，一会儿你上去以后，我妈那儿你一个字都不会说的，放心吧。走吧，回家走。哎，小枣，你快毕业了吧？你要继续读研还是要找工作的？准备工作了，不找工作。这是您的抽奖券，啊，谢谢。哇，太漂亮了！爸爸妈妈，哎，这边，叔叔阿姨，哎，太帅了！爸爸，从哪里弄的帽子啊？晓得三个叫老克了吧？就是我这样。哎呦，好啥么子啦？像个门童。哎，我今天在你边上，你不要太有腔调。我是故意突出你的，好吧？好了，你们看啊，66号，66大顺，一会儿一定能够抽到奖的。抽奖的？还有奖的？对呀。哎呦，有吃有喝还有奖，简直是天上掉大饼了。馅饼。哎呀，带馅儿的大饼，好吧，我带眼镜去，在这边帮我发一下。太赞了呀！哎呦，简直是！哎，自助餐在哪里？两边都有的。来，走，对，哎，我中饭没吃啊，我要把本吃回来的。管饱管够的，爸爸妈妈你们先去吃，我去后台一下啊。好，你先去吧，去吧，有事叫我。哎，好嘞，好，来，在那边啊，陈欢。哎，今天场内餐券显示售罄了。可现在活动快开始了，才进场不到一半人，售罄了。嗯，这样你请 IT 的同事帮忙，给订餐的客人群发一个邀请信息。另外，宣传部拍照的时候注意一下角度，别让这个场子显得太空。时间还来得及，我们把活动再延后一些。嗯，快去吧。好嘞。一会儿那个区域你还得再去确认一下，酒水甜品得赶紧补。不用。哎，准备怎么样了？现场？我们准备差不多了。但是来的人有点少，这个我们已经在解决了。姚总，实际到达的客人确实有点少，不过我通知后台已经给客人发温馨提示了。陈欢，该不会是为了第一次活动顺利自己掏腰包支持酒店了吧？陈欢，你要真是自己掏腰包的话，记得之后找姚总报销啊，毕竟你是姚总的指定负责人。确定票都售罄了吗？确实售罄了，姚总您别担心，我再去核实一下情况。
怎么回事？怎么变了？怎么变了？Sherry， 什么情况？怎么一帮人在这跳舞啊？先生，您没。公主殿下，您的骑士来救你了。贵人别了啊！哎，你们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贾亮，贾亮，这不新家亮吗？这搞什么呢？干什么呀，阿姨？哎，叔叔，哎，太好了，你们也在，一起见证一下。哦，见证什么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继续，快快快快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你们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，就一点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到底要干什么？欢欢，我会永远当你的骑士，永远永远的保护你。去把朱总叫过来，好看看麦承欢怎么收场。好的。麦承欢，嫁给我好不好？这样，嫁给他。你们先起来。我不起。你们先起来，我们出去说。你答应我，我就起。你先跟我起吧。我不起。不起。你先答应。怎么样？证据吗？看看。麦承欢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你在干什么？妈妈的。对不起，朱总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
你要说现在你要怎么办？我，你谁呀你啊？哎，谁呀你啊？克制！谁呀？什么怎么办？搁这嚷嚷嚷嚷的。朱总，朱总，对不起。啊，朱朱，你就是那个朱是吧？啊，你跟我们家欢欢开这么点工资，你搁这嚷嚷嚷嚷嚷嚷，你嚷！金佳亮，再嚷嚷一个，再嚷嚷一个，再请我们家欢欢一个。对不起，朱总，我要走了啊！你给我出来，把刀给我放下。毛病！放下！欺负我们家欢欢！各位，刚才是一个小小的节目，小情景剧，不能继续啊。跟你把剑给我松开，松开！你把剑给我，金佳亮！阿宇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等等，他是不是老欺负你啊？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是我的领导，人家平时很帮助我的，好吧？欢欢，你又生气了？给我，给我，欢欢。你说玫瑰花我也送了，伴手礼的折扣我也给了，我也包下你们520活动的所有套票，别生气了，行吗？伴手礼的折扣是你给的？你不是要避嫌吗？我就偷偷让王总把价格给降下来了。佳亮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父母爱情。是温馨，是温暖。你知道我为了想这个主题想了多长时间吗？结果你刚刚这么一闹，你把我所有的成绩都抹灭掉了。欢欢，你要浪漫我给你，你要业绩我帮你，你要稳定我向你求婚，那我要怎样你才能满意啊？新佳亮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刚才在说什么呀？我刚看，请大家移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。我要回去工作了，你先回家，我们晚点再说，好吧？那你到底是答不答应我呀？我刚刚说了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工作就别拿了它了。妈妈说，听妈妈说啊，人家佳亮摆那么大的排场来求婚，你可不要拎不清。妈妈，你别跟着一起捣乱了，行吗？我听妈妈胡说。哎呀，有什么事等他回家再说吧。小哥吧，叔叔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又做错事了。哎，不不不，佳亮，你是 OK 的。哎呀，我看其实这个酒店里自助餐也没什么好吃的，要不你跟阿姨回家。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那谢谢阿姨，不客气，谢谢叔叔。哎，走走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抽奖环节，请大家关注好自己手上的号码牌。真是大女主的命，有德山太子爷护驾，羡慕。今天我们的大奖是波提切利酒店总统套房一晚。找姚总啊，被你气走了。让我们来看看幸运儿是谁。66号，66号在吗？66号在现场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多吃点。嗯，这张而已。够了吗？嗯，够了够了。好好吃啊！我原本以为欢欢做饭就很好吃了，没想到阿姨做的更好。这个也遗传呀，绝了，绝了！谢谢耿婷，谢谢耿婷。哎呀，本来今天是跟他爸爸住酒店的，家里没准备什么菜，哎，随便吃一点，改天再来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哎呀，家里也小，让你嫌弃了啊？怎么会嫌弃呢？叔叔阿姨，实话跟你们说，谢谢阿姨。就在我小的时候啊，我爸妈就特别的忙，尤其是我爸，一个星期都见不了一面，所以像叔叔阿姨这样的家庭氛围，是我做梦都想要的。啊，是是，那，哎呦，那不一样的，你爸爸妈妈是做大生意的，我们是，哎呀，我一个家庭妇女的嘛，他爸爸你看整天方向盘啊，一辈子你说做什么也就这么点事儿。其实我们做什么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欢欢很优秀，是我们的骄傲。对，是我们的骄傲。
来，哎呦，喝点，喝点，哎，别撑着，哎，好。我算是知道，欢欢为什么能够这么好了，因为他是在叔叔和阿姨的爱中幸福成长的。哎呦，佳亮，你看真会说话啊，一看就知道你们父母教育的好。那一说到你父母，我们要不要跟你们父母见个面？啊？那太好了，阿姨，我爸妈一定会登门拜访的。哦，那好，那好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佳亮，你说我和他爸操劳一辈子为的什么呢？啊？就是要让欢欢过得好一点，嫁得好一点，过得幸福一点哦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，干嘛？怎么了？干嘛？我八字啊！你别站着不方便，算了，别站了。方便。叔叔阿姨，我发誓，如果欢欢嫁给我，我一定让她过得幸福。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她要是不想工作的话，我养她。欢欢回来了。嗯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回来啦。哎，欢欢，你回来了。周阿姨，恭喜恭喜哦！啊，听说你找了个很有钱的男朋友啊？没有了，刚刚你妈妈把你男朋友带回家了，整个弄堂的人都晓得了。欢欢，你嫁得好，阿姨很高兴的。以后不要不睬我们这些老邻居哦。阿姨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我让别人养他呢。是，他不会养。辛佳亮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叫他来的。妈妈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你把他叫到家里来了。欢欢，佳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你求婚，你看戒指。戒指也带来了，戒指，我得见面问问他，我们父母见面的事情啊。妈妈，结婚是我跟佳亮两个人的事情，你能不能不要管，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啊？欢欢，你太任性了，佳亮对你多好啊，你们俩在一起三年了，要我早就答应，你就答应了吧。不是妈妈，我们说的是两回事儿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阿姨，今天确实是我不周到。欢欢，你也别生气，你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坐下吃饭。我先走了，叔叔阿姨。哎，那没吃饱呢还。他，叔叔阿姨再见。秦佳亮，再来。你跟我出来一趟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好，再来啊！喂，再来啊！哎，对不起。说话，别上火啊！妈妈，我要跟你合影。起开，活不了。再说了，这是骑士，不是朋友。哎呀，快，哥忙着呢。我孩子还小，你跟他拍一个嘛。拍不了，真拍不了。弟弟啊，你要是单独说呢，哥哥真的不能跟你拍。但是啊，哥哥听姐说的，如果姐姐让我拍，那我就能拍。姐，弟弟，我可以跟这个叔叔拍照吗？可以。姐姐不要。来，拍照。来，摆个 pose。来，嘿，一二三，茄子。来，换一个。谢谢叔叔，哎，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小朋友，你得记个事儿哈，我是哥哥，不是叔叔。哥哥再见！哎，再见，弟弟。我还嫂，你这年纪，人家当然叫你叔叔了。欢欢，我错了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你怎么还留着这个？我当然留着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是在你们酒店旁边的咖啡厅。头一天，忘了给手机充电了，客户要看 PPT 也看不了，
我当时急的是焦头烂额的。就在我满头大汗的时候，你出现了，你把这个充电宝给了我，就像天使一样，把爱洒到了人间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我倒是看你一个人很慌张的样子，我就顺手帮了个忙而已。还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我后来手机已经充满电了，但是我告诉你没充满，还要用一下你的充电宝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。再往后你就知道吧，每一次我都是忘了带，下一次还给你。一来二去的，你就成我女朋友了。老关，我昨天把她找出来了。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。老婆，你别哭啊！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错了。你错哪儿了？你是说上一次，还是这一次？你不管上一次还是这一次，我都错了，以后我都不再敢了。以后什么事我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秦天亮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原谅你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整成这样，今天又喊了那么多人，你得花多少钱？你把这钱都花了，之后还怎么生活？我又不是不开工资。你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我没说，以后看你表现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哎呀，这个衣服太累了，真的快撑死我了。哎，还好你原谅我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干嘛？错了，原谅我了，原谅我了！干嘛？我错了，你别过来！原谅我了，原谅我了！哎呀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原谅你！哎呀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！秦天亮，戒指呢？在你妈那儿呢。